你看，这是手机到底多慢？你看，我打开 YouTube，他连首页都进不去，这 慢到无法使用啊！这真的是太慢了，难怪我会换手机。这硬体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真的是爆炸慢。你看，现在才到首页，而且是空白的，不知道在 哦，终于跑出来，你看。多慢啊！真的是受不了。Tony，OK 啦，OK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手机吧。OK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电池。OK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影片啦。OK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手机分解影片啦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你暂停，我们可能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心。OK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手机分解影片啦、啊。OK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手机分解影片。当然，喜欢这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乱分解有趣的东西的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 Yu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 Thumbnails. Jesus Christ.